现在就打，我现在就我应如果大家都打，我会打的，兄弟们。但是作为我的老观众，你就要意识到，我真的会被演得多惨，好吧？大家都打，我肯定会打一打的。但他妈被演，有时候演的真的会心态爆炸的。不瞒你们说，被演真的心态会爆炸的，到时候。记忆太美，下路这么快就双杀了，好快啊！保安哥，要不要去把那个把剧组买通一下，花重金把他们买通一下，跟他们说一下。能天选到这个印记吗？哎呀，幸运女神不站在我们这一边呀。幸运女神没站在咱们这一边呀，她是红开往下刷的，兄弟们，应该能看到吧？啊！这下路两兄弟，哇天哪！一级被双杀，但是一级被双杀没算了，你这一波凭什么还能死的呢？这还给豹女白捡了，这是白捡，在视野里落这么久，他们俩还要给机会，给的压力很大呀。怎么的，钻二的兄弟们，钻二局，钻二局，要刷印记的，黄鸡回家了。交闪，多个派克呀！这我有点没想到啊，有点没想到，这太难 C 了。哇，漂亮漂亮，上路打赢了，那这把可能还是要围绕上路来打呀。豹女没闪。黄鸡在我们下半区把 F6 反完了，现在在刷自己下半区，希望他把蛤蟆刷掉，河蟹出印记，漂亮。这种局势没有印记翻不了，下路又死了，不用看了，天哪。
漂亮，还给我浪了个人头，牛逼！蹭个经验升六。漂亮漂亮，走吧，加油，看我怎么翻，兄弟们加油。怎么说，兄弟们，好起来了吧？不加，暴君很上头啊，他这太上头了，他有点想，就是想硬抢咱们这一个草丛，想硬抢这草丛，但他没有闪现的呀。他拿命过来抢，那我觉得当然是对我来说可以的，对吧？拿命抢这草丛，金哥是没带进化的，还好，没带进化能处理掉的。下半区我还是不打了吧。漂亮，还要在这边接、啊。就他那个一滴血的路开大往对面脸上冲，这在干嘛？蹲一下，豹女会来的，豹女会来的。看吧，我就说吧，豹女会来的。
我操，奥恩怎么在里面啊？闹麻啊，有点。啊？辅助又怎么死了呀？好哥们儿。青钢影这波能拆个上 up 还行。漂亮！哇，这辅助想单杀我。你们都玩这么夸张吗？回家先补个装备。派克好像还有大，对，好像是还有大的。这波要走了。金哥是没事，哦，不给他分钱，合理的。nice， 打回来了，你这把已经打回来了，要金哥是交闪了已经。这边阵容有点好啊，这把还是不能浪。他没闪现杀他太轻松了。这打回来，这感觉打回来就莫名其妙就打回来了。啊！一墙失误了，兄弟们，他一墙失哦，没有E啊，那没事了。
去拿小龙吧。不让不让，不给对面机会。不是说十个豹女九个菜吗？对面怎么这么菜？这个豹女我讲实话前期打就目前来说打得不错，你要知道他的对手是谁呀、啊、当小戴遇上一个通天戴的时候小戴就不顶用了呀。那你要想他遇到了我他还能打成三四七的这个战绩呢，兄弟知道吧。上下去刷一下刷一下，先把河蟹吃了，河蟹公共资源先拿。算了我都不反，哎稳，求稳求稳，这波去的话对面可能会来搞你啊。对面人全部密死了，这波去的话有点浪。冰心的一个黄龟啊，冰心黄龟，本来这把是想买个智慧默认的，现在看来我就直接盾攻吧，先买盾攻吧，先买盾攻，兄弟们。对，明天新赛季了啊，明天就新赛季了。四包一，那奥文应该会在下路，我被看到了。哦，奥文还在上呀、啊，那我们推中了，中转下。你看，给队友 A， 哎呀！AD 没闪，好像派克也交闪了吧？派克的我不是那么确定，但 AD 肯定是交闪了。好、哦，非常 nice， 走吧。下野区先处理一下吧，给兄们开个抽号先啊，兄弟们。哦，下一把开吧，下一把开吧，还要再干一把，下一把开个抽号。要不直接大龙给他先吃掉。下路都好起来了。泰哥没闪没大的，对，泰哥没闪没大，没大招，没有大招收割，大龙的印记马上消失了，然后又要重新出一个印记。
什么叫撞啊，巨熊们，撞啊的。帮你再拿盒蟹，应该来不及了。他这两件装备给个惩戒，应该秒吃，秒吃了。直接打就完事了。我看能不能逮住金克斯。让辅助走前面。想救一下洛的。再玩一会儿呗，怎么说？我跟金克斯，我跟 ADC 吃大龙。拿个大龙去。为什么相信直播都要看电脑进直播间？确实要，兄弟，我看别人直播也是。现在这个可能虎牙的设定就是这样吧。没点关注的兄弟们可以帮忙点个右上角的关注啊。这个好像哦，这个还有闪啊，有闪。Nice， 结束了。铺的 CD 怎么时长时短？它的时长是根据你就是放个 W， 不是有个范围的圈圈吗？你站在圈圈里面的话，放 Q 技能就是两秒钟一个，在外面就是八秒九秒一个，对吧？能理解吧？在这个 W 的这个圈圈里面。